一个爆料震惊了南韩粉丝圈，演员朴丽美分享了一则动态，配图用了玄彬、宋慧乔二人合作的电视剧配乐，文案则是艰难的爱情。更加巧合的是，宋慧乔本人还在动态下方点赞。朴丽美与宋慧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因此有网友大胆猜测，宋慧乔是否有望与玄彬复合呢？说起宋慧乔和玄彬的情史，还真配得上艰难的爱情。两人因戏结缘，可是在后期他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。撇开本身演员身份的阻碍，玄彬后来到部队服兵役的经历也成了两人之间的困扰。由于相隔渐远，两人之间也是渐行渐远，最终不得不遗憾宣布分手。据宋慧乔本人透露，她很怀念自己过去的时光，想要重新回到28岁。巧的是，玄彬最近一改常态，整个人泛着一股较甜蜜的气息，联系种种似乎玄彬对宋慧乔依旧有那么点意难忘的感觉。话说回来，宋慧乔宋仲基，玄彬宋慧乔，哪一对才是你心中南韩意难忘 CP 第一位呢？